紧张。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然后我是张洛，然后我这次是担任小队服的位置，然后就是带我们教会的比较大的大学生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在参加这次 Shine 的营队，它的性质跟之前参加的营会有点不一样，就是它的活动方面的性质比较少，然后更多的是学习与神的关系。然后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早上就是全体1000多个人要一起 QT 一起灵修，然后我们小队服呢还需要比别人更早起床，然后参加属于小队服的那个晨祷。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小队服这个晨祷的这个时刻是我最喜欢也是最印象深刻的部分。然后其实在这个营会它所传达的讯息，我认为就是回到最根本的，就是与神有好的关系，然后以及在性上面的纯洁，无论是思想或是眼目上的纯洁。那这两个也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年轻人，就是年轻的世代很容易迷失，然后很容易就是忘记的区块。然后我自己在营会一开始就是小队服训提前一天训练的时候，就是求神说可以给我一个突破。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突破呢，就是以前自己常常就是为自己求任何的事情，就是求关于自己的事。但是其实在这一2019年这一整年，然后以及参加完这个营会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会更多的朝向为年轻人，就是新的这个世代还有这个国家的需要，就是能够看见这个国家的需要，然后更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需要。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台湾人的最近的动荡实在是非常的多，然后也不是会在想，也不觉得这些国家这些世代就是离我好远，我只要顾好我自己身边的事就好了。所以其实我这个营会最大的感动就是我很高兴神可以给我看到更远更大的意象，然后真的很感谢神让我有这样的领受，然后谢谢大家。好，谢谢。